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，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。我们继续来默想保罗所说的，就像我们虽然是一个不足的瓦器，但是呢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就有那宝贵的福音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你自己？你知道你自己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吗？可能外在的别人，甚至我们自己，有的时候会轻看我们自己。但是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神贵重的、宝贵的儿女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节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，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捆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：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节，瓦器里的宝贝，打不碎的生命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的经文。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保罗在这里面说到既然蒙了怜悯，受了这个职分，就不丧胆。这里面丧胆呢，又有灰心失望，惧怕、忧虑这样的意思。那么保罗为什么会在这里面说到关于丧胆呢？因为在他的服事的过程当中，不仅受到许多外界的逼迫和患难，甚至呢也受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弟兄假教师对他的诽谤，所以可能在他的这个实际的牧会当中呢，真的遇到很多让他灰心的事情，让他失望的事情，让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分。不过保罗脱离这个现实的环境，当他再次仰望神的时候，他看到说，我们受这个职分呢，是蒙了神的怜悯，是蒙了神的恩典，不是凭着他自己。他深知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承担这福音的职分，乃是完全凭着神的怜悯才领受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也会有很多让我们失望的时候，让我们觉得灰心，让我们觉得丧胆的时候。不过我们再次的能够仰望神的话，就会知道其实不是因着你的能力你才能够担当这职事的，乃是因着神赐给你的怜悯和恩典。所以每当我们觉得有灰心的时候，能够再次的仰望神，我们不需要说我们没有能力承担，我们只需要说，主啊，求你再次用你的怜悯和恩典来托住我们。然后再来看第二节，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
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那么保罗不灰心不丧胆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知道自己在服事上是完全的诚实，完全的信实啊，真的在神和在人面前啊，包括在自己的良心面前都是无愧的。保罗里面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自信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。”啊，他自己也看着自己良心的时候，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做信实的仆人，这就是他不上胆的第二个原因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侍奉神，在凡事上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在凡事上也对得起神，我们在神面前觉得是无愧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用因着外界的环境或者看事工的外在的一些果效，看这个是不是人很多，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果效，我们不需要以这些来判断。我们只需要知道，我们既然在神面前凭着良心做忠实的仆人，那么神一定会怜悯我们，神一定会加恩典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完成，使我们能够担当这个职分的。然后呢在第五节和五节里面说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些假教师呢，都是高举自己，但是神真正的仆人呢，乃是高举耶稣基督，并且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甘心做众人的仆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传福音给人，我们教导别人，养育别人，并不是为了做他们的主人来管理他们，而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来侍奉他们。我们所领受的这个职分，就是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样的职分。不论我们觉得外在的环境不论我们觉得外在事工的果效好或者不好，我们知道神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凭着良心做忠实的仆人，那么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灰心不丧胆。真的祝愿今天这话语能也能够鼓励到我们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一起来看一下第七节的经文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保罗在这里面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比喻啊，他说我们呢就像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这个比喻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如同瓦器一样。瓦器是什么呢？就是用泥土所造成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创世纪里面说人是泥土造的，并且呢瓦器呢是廉价的，是一般百姓人家都有的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而且呢瓦器也非常的易碎并且它是不坚固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，就是像一个瓦器一样，是很卑微的一个生命，只不过是泥土，并且我们也是很软弱，很容易破碎的。不过保罗就说，我们虽然是瓦器，但是有宝贝在我们里面。就像有些人呢，把一些宝藏放到一个瓦器里面，然后埋在地里面，埋在土里面一样。要知道，我们里面有宝贝，有宝藏，就是非常珍贵，非常有价值的。这个宝藏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福音。所以我们虽然本身是很卑微的，很软弱的，但是我们却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宝贝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这样来看待你自己的吗？可能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在家庭中，在我们所做的事业公司里面，别人都觉得哎，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你只是一个很卑微的人，只不过是像这个瓦器一样的人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轻看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瓦器，但是有宝贝在我们里面，是这世上一切的财物都无法相比的有价值的那样的宝贝。
然后呢，他第八节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真的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非常的受感动，非常的美丽。在第八节里面，新译本呢翻译成为说四面受敌，他说四面受压，四面受这个压力却没有被压碎。这个瓦器四面受压力却没有被压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宝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里面有宝贝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可能来自我们职场的压力、公司里面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啊，在服事上的压力等等，虽然有各方面的压力压着我们，我们好像自己觉得自己要破碎了一样，但是我们只要有宝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会被压碎的。然后呢，说心里作难啊，心里面有难过的时候，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有很困惑的时候，这都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现实的状况。但是说却不至失望，不至于绝望。我们遭受逼迫，却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神丢弃，并且呢，我们甚至被人打倒了，但是我们却不至于死亡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信心吗？我们一方面知道做基督徒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苦难、一些患难，我们也会可能比常人承受更多的一些压力，但是我们却不至于跌倒，不至于死亡，因为有宝贝在我们里面。是说，十节说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里面所说的死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老我死了，跟耶稣基督一样，老我死了，使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能够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为什么基督教的这个标志是十字架呢？十字架是代表死亡，当我们经历了十字架，我们才能经历复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生命经历了一些患难、一些苦难之后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巴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虽然卑微软弱，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有宝贝，有那夺不去的、打不碎的生命在我的里面。主啊，也让我带着这样的信心能够在这个世上生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